这个我早就介绍过了，好不好？今天是你没看过的，你有看过小男生跳芭蕾舞吗？啊，没有哎。快过来，快快快，做一个 pose 给我看一下。哇，真的很特别。那可以带我去看他们跳舞吗？怎么走？哦，用飘的，飘。你会？诀窍是什么？这样子，然后呢？你可以教我吗？一凡，你教我。然后脚嘞？那这只，那这只脚呢？好，这样子吗？讲话哦，麻烦你把蹦拿过来哦，蹦哦，太近了，太近了，很重吗？很太重了。那你觉得你要当蹦场还是想要表演？你想要表演？那你要问摄影师叔叔啊，你问摄影师叔叔，哎，小心，你问摄影师叔叔说，我可以去表演吗？那你把蹦还给摄影师叔叔。记得赶快按下订阅键，看到更多最精彩的卡通哦！除了订阅我们，如果小朋友